嗱，上個禮拜咧，我哋就連環開 party 啦，目的就係希望班野男咧儲住啲實力。OK， 但係今個禮拜咧，回歸我哋殺戮戰場，展開最後一連兩晚嘅決賽戰啊！冇錯啦，嚟到決賽呢一個階段啦，我哋十強嘅野男咧，佢哋喺呢一個 moment 開始咧，都係以個人個身份咧去打呢一場嘅硬仗，所以由今晚咧開始咧，我哋唔會再有咩野男一二三四隊啊，跟住全員生還啊，係冇噶啦。今晚佢哋只有一個目標，就係終極冠軍寶座。哇！今晚絕對係殘忍得嚟，又好刺激嘅，因為主題係十強之戰啊嘛，十個變四個啊！今晚咧總共有三個嘅比賽回合啊，最後咧就會誕生四強啦，而四強去到聽晚咧就會終極決戰啦，最後只為一位嘅野男成為我哋冠軍中嘅冠軍啦，即係成為我嘅我推的 Mr. Wow！ 嗱，我哋呢個比賽大戰未開始之前咧，不如有請現場觀眾俾啲支持嘅尖叫聲，我哋嘅野男聽下先。Show me your love！大家千祈唔好唔記得啦，仲有呢個我推的最 hot 野男大獎嘅，我哋就係會以三晚嘅累積熱度投選出嚟嘅，總和最高嗰位啦，哈哈，係可以獲得現金獎20,000噶。嗱，今晚咧就係最後機會噶啦，大家唔好俾佢停，唔該撳，幫佢撳多啲熱度啦。好，網民 ，tell me what they say。芝芝嗱，網民咧而家已經湧入我哋嘅留言間度話，咁快已經嚟到決賽，真係非常之唔捨得。不過唔緊要嘅，咁話曬咧都係最後兩集啦嘛，你哋仲有最後嘅機會去撳呢個 sticker 支持你哋嘅野男啊，所以快啲入嚟留言間撳 sticker 同埋同盈月傾偈啦。唔該盈月，你哋唔捨得，我哋更加唔捨得。既然係咁，不如我哋一齊回顧下過去兩個幾月佢哋爆眼淚、爆汗水嘅片段啦，去片。將不可能變成可能。我由細到大都中意 challenge 自己嘅，我會用行動去證明自己。我想話你喺呢度話俾大家知，我多年嚟啊練嘅肌肉係冇白費到嘅。外表我就唔肯定有冇啦，但系我会用实力去取胜嘅。对唔住，我今晚一定要赢。因为我的力量系绝对王者。接棍 Ivan， 对唔住，我一定会输。玩健美嘅唔一定系死肌肉嚟噶。我相信肯努力嘅人系唔会一事无成嘅，你哋即管放马过嚟啦！